第一场公演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娜丽小姐，怎么了？娜丽小姐，你醒一醒啊！娜丽小姐，娜丽小姐，是急性胃痉挛。那公演怎么办？只剩下一个小时了。德林，娜丽的部分你都会吧？是。现在马上换衣服，就由你代替娜丽上台。什么？导演，我不行，我也没有彩排过哦。第一场公演我搞砸的话怎么办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爱乘着歌声》。